中职总冠军赛第三战在新庄球场开打，全场12500人座无虚席。同样也是中信兄弟球迷的总统夫人钟美清也低调到场支持。如此重要的比赛，要来女神开球也是刚好而已。Dream Girls 人气女星李玉芬一单板，球迷掌声加尖叫，炒热全场气氛。中信兄弟加油！很紧张，因为票都卖完了嘛，爆满。那我自己有买票，然后有请家人看，很紧张，因为希望可以带来好运哦。开球已经够嗨，不过好戏才正要开始。这场兄弟拼桃园的应战，双方打了将近6个小时，跨日鏖战11局，最终中信兄弟才靠着王胜伟的再见安打，以9-8赢球，7战4胜，取得2-1领先。打到12点多了，大家也辛苦了。今天我是讲真的，大家都尽力了。我能够赢这一场是很关键的一战，谢谢。最主要的是要感谢队友，他们前面有能够有这个攻势，然后积累，然后让垒上有的。如果没有他们这样的帮助，我想今天也没有这个机会打这个胜仗。除了跨日大赛写下纪录，这次系列赛前三战合计达到49054人次观赛，也打破历年纪录。不过两队不到24小时又将在台中交战，晚间6点半开打，桃园能否扳回一城，考验体力和耐力。中央记者张新伟，新北市报道。